Magic moments when... Hey, hello. 给你看一点小魔术好不好？ 去检查一下。 OK, 可以了。 注意看哦， 不要眨眼了。 检查一下那个球啊，这里球最快了，不要眨眼了。好，像我，可以接下来，这个力球我放在这里，这里呢，把你抓很紧，OK吗？再一次，这力球我抓紧，来看你的手，这里球要抓很紧哦，不要给我抓到。 抓得很紧，这里呢我有一个魔术棒，哦，我的应该是不见了，注意看你的有没有不见了，知道？OK， 这里我们有一个有两粒球，抓很紧，我的第三粒球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因为它是隐形的，不过这，好，谢谢你的手，看你的手，没有。 OK， 现在我们有几粒球？三粒球。谁的数学好？你的数学好吗？对啊，给三粒球，我把两个球放在你的手，抓很紧。这粒球呢，我把它放在背里面。所以你手上有几粒球？两粒球，看你的手。哦，你的数学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再一次好不好？我们有两个球，放在你的手。诶，这粒球呢，我放在口袋里面。 真的放在里面了，叫你手上的手机，两粒球给看你的手，哎呦，马来文讲 mathematics fail 了，再一次有可能太快，我做慢一点，一个，第二粒在这里，第三粒我放在口袋里面，OK， 说这里有几粒球，两粒，还是吗？所以说，哎呀，thank you。